好，那我们上星期没有见，我们上上星期我们把这个第十大顿第二幕讲完了哈。第二幕讲完是约瑟从这第二幕是从约瑟从奴隶一直爬到首相，对吧？这是一个13年的快速的升上去，呼呼就是这场过去了，他很快的过去了。那我们到这第三幕的时候呢，开始的时候已经等于说他首相当7年了。七年还过一会儿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开始到这个41章结束的时候，已经看到是开始全地都有荒灾了，对不对？你之间一加起来很容易算一下，这时候约瑟至少是20年以后，最少20年以后。OK， 那尤其我像说这些雅各他们这种人，他们是牧羊的人的话，他们可能没有很多粮存在一起，因为他们不是种的，他们是养的，如果一开始旱灾的话是没有草了，他们就马上很惨，对不对？他们需要食物。 OK， 那我们开始这个第三幕，是整个神用这个旱灾把整个这个家庭这个家庭聚在一起，这故事开始了。那雅各见埃及有粮，就对儿子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？我听见埃及有粮，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我们什么字跳起来，使我们可以存活，不至于死。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跳梁去了。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敏，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下同去，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。来跳梁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，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。OK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记不记得雅各那次在事件的一个事情上，他的女儿被攻击，他被强奸，他被绑架去了，他的儿子们当领袖，对不对？把他们那边杀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情况下你看看雅各又是变成领袖了，因为他的那些儿子们在那边彼此观望，在那边你看我看你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好像是失去，他们好像都没有办法。你说这个问题是说领袖的问题没有解决，你知道我们如果谈从这一开始谈谁要当领袖，是约瑟有个衣服，他要神那个做他的梦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要领袖，然后他们说我们不要约瑟当领袖，把他赶走了。然后好像看起来是流变，可是流变也不能当领袖，好像是看起来是那犹大，可是犹大也不行，他犹大也走掉了，离开家了，现在好像回来了，可是这些兄弟姐妹好像还是没有一个起来当王的。对不对？他们彼此观望，因此犹大雅各年纪也大，说好，你们为什么看来看去？你们下去找，我听到埃及有粮，我们需要做个决定，对不对？你们去，要求有个计划。OK， 那这个计划呢，是我们不可以存活，不至于死，这是很重要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没有吃的，这个是个非常非常对这个约的家庭危机非常重要。可是我们看一下这个计划哈。这第三集把这计划写出来了，这个计划很重要，跟亚伯拉罕和伊撒不一样，雅各不去埃及，看到没有？通常亚伯拉罕和伊撒 一有灾难，亚伯拉罕就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去埃及一次，去那个菲利斯丁的人一次，伊撒跑到菲利斯丁那边去了，对不对？他们都是去埃及就离开迦南，雅各不走。雅各说我，而且不只是不走，我们家庭都不走，太太留在这里，你们的太太也留在这里，你们的孩子全留在这里，只有你们10个人下去，这样你们一定会回来。Okay， 就表示说我们迦南地是我们的地，我们不离开这个地。Okay， 等于说这个雅各在这个时候已经把这个地的这个概念抓得非常清楚，这是我们的地，我们不走。因此计划很清楚的是跟他其他以前的计划都不一样的，他只派了10个哥哥，然后连毕亚米都不带去。Okay， 当10个下去的时候呢，我们看是为什么送十个了？这10个都是大儿子嘛，这些都是年纪蛮大的，对不对？都比约瑟大，约瑟至少现在是37岁以上，那这10个孩子都是40、50岁的人，对不对？10个，那他们第一点安全，人多一点安全下去。第二呢，你需要带食物带回来，整个家族的食物要带回来，需要很多人上去带很多食物回来。好，便雅悯不去。那这一句话一说的话，我们马上看出来，第一点。便雅悯代替了约瑟，对不对？约瑟死了，现在便雅悯跟重新是雅各的最喜欢的。
OK， 也是就又了，但是雅各没有改变他的他心态，还是把总会找一个儿子最喜欢的，这个又是把最小的请过抢一下拿过来了。然后呢，他因此他说他恐怕他遭害，等于说他你们哥哥你们死几个没有关系，这个不能死。是这样子，你说这个重在孩子中间喜欢的这个态度没有改变，他这一句话很清楚，恐怕他遭害，因此那其他就好像没有恐怕其他的遭害，就算了 ，OK。那他们哥哥也是习惯了，就是这样了，你知道，就是他们我们这个家庭的一些基本的那个 dynamic 没有改变，可是他们的哥哥们，是反应不太一样，他们好像没有嫉妒便雅悯，看到没有？这里他没有谈到嫉妒便雅悯。最后一句，有逃粮的中间有以色列的儿子们。这边第一句，我们看四十二章第一节是讲雅各，对不对？雅各见埃及有粮，到四十二章五节这边是以色列面的儿子们。从雅各到以色列，这是一个改变。我们这个镜头是改变，这个作者会故意让你换镜头。原来是我们看一个家庭，哦，是雅各跟他们孩子们讲话送去了。那现在第五节他会退回来，他让你退到看整个埃及里头有很多很多人。来调粮，中间有以色列们的儿子，因为这句话很重要，因为这个字，儿子们 ，Bnei Israel， 这个字，儿子们可以翻译成以色列人，变成一个种族，变成一个国家了。等于说，在万国来埃及买，有中间有以色列人到了埃及，就是等于说这是一个他让你退后一步说，我们已经开始了，这个起头已经开始了，我们有 Israel 来了，我们有以色列人，我们有中国人，我们有美国人，有以色列人了。他们来到埃及，跟人中间一起来的。OK， 这观点开始退后一步，让你看一下。这等于说，这时候已经开始说，嘿，以后他们这条下来以后呢，离开埃及的时候是一个强国。这个地方已经，这个作者给你换角度，让你退一步看整个这个情况是这样情况。看，什么问题没有？这个这句话看出来就是说，不光是那几个。雅各的这一个儿子娶了，还有其他人，就是他们肯定有带仆人。哦，不是意思，他是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退过来看，是来埃及的人很多，中间有以色列的人，哦，而不是说以色列他们中间有别人，而是说来埃及的很多，因为是全地都到埃及嘛，整个所有的地方都是只有埃及有粮，因此你大家全往埃及跑，来一大堆人中间呢。有这么国人，那国这国人，这国人中间有以色列人，是这个意思。他们就是他们，不是说他们十个人中间有别人，对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了解吗？我是想他们肯定是当然是啊，他们都会带一些人过去。你说带仆人了、啊？对啊，也是，就是他们仆人也是属于以色列的儿子。这个有调粮的人中间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。你说调粮的人不是指这一组，而是调粮是指所有埃及的人，从外面来的，是这个意思。你说我意思说这观点改变了，是原来是看这些人去，要退回来是看整个埃及， okay， 是这个意思。等于说来调粮的很多很多很多人，中间有以色列人来了。你说你的意思说有中以色列人还带着仆人，这故事里头没有讲到他们，没有讲到他们，没有谈到任何仆人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没有谈仆人，没有。OK， 我们看一下，下面继续看一下第六节。当时治理埃及的地的是约瑟 ，OK， 调粮给那地种棉的就是他。约瑟的哥哥们来了，面伏于地向他下拜。约瑟看见他哥哥们，就认得他们，却装作圣人，向他们说些严厉话，问他们说：“你们从哪里来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从迦南地来调粮。”约瑟认得他哥哥们，他们却不认得他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是干系，奸细来窥探这里的虚实。”他们对他说：“我主啊，不是的，仆人们是调粮来的，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是诚实人。仆人们不是干系，并不是干系，奸细，对不起。”奸细，约瑟说：“不然，你们必是，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。”他们说：“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，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。顶小的现金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。”约瑟说：“我才说你们是奸细，这话实在不错。
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，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，从此可以把你们正验出来了。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，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，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。若不真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你们一定是奸细。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。好，那我们就说巧上了，对不对？正好约瑟在那边调粮，他们就到了。那一见到就先是拜在地上，对不对？那这些想是吧，这是我们，这是故意的。我们他这个约瑟的梦，对不对？他们是拜他的，这里就拜在地上。就是他想要杀这个梦的这些兄弟呢，现在把这个梦应验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想下拜。约瑟不认他们，认识他们，可是不显现他自己是谁，对不对？他假装是圣人。那为什么？我们约瑟是很有智慧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记不记得？我们记得说他前面一章他说的是他神让我把这兄弟兄忘掉，现在看到他们来了，心里感受全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他的就这个我们需要了解约瑟这个人的心态。他这个人，他以为这个是那个生命已经离开了，神让我把这个父亲的家庭的事情忘，这是一个好事。现在神没有往外忘掉了，神把他们带来了啊！好，我的心里的平安已经没有了，现在他们一回来，我怎么办？对不对？那他呢？开始他想，等于说他想知道一下这些人怎么样的情况。他怎么样知道呢？他用他的技巧把他的那个他们的家庭的情况给捞出来，对不对？因此呢，他先说我不是，因为有时候他说出约瑟的话，他们就会讲话就会很你要注意很小心的，这样我可以把他们看出来他们的情况。然后呢，他先是很严厉化，他生气，对不对？我们等一下还他把他关在监狱里头，这是我们讲约瑟第一原来刚开始的反应是非常怎么讲法啊？不是很柔和的反应，这是我觉得很自然的，对不对？哥哥来了，好，我先生气的讲话，第二把你关起来。好，那除了这样以外呢？这个作者吧，他很清楚说认得哥哥们，可是他却不认得他的很重要。他们整个这个故事是他们不认得，他们会说话啊，约瑟在旁边听，因为他们讲的话是在希伯来文，在迦南地的话，在埃及的话是他们埃及应该听不懂的。OK。因此约瑟在那边听全听懂，可是他们认为约瑟听不懂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因此这个故事很重要，对不对？语言上的语言的改变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他怎么说，上面怎么说嘛，是他是有传话的，是不是？你们说话去了，下面我看到他会讲说，哦，下面还没看到，我会问到他，那他是来传话的，是有 translator 是翻译的，有人在翻译。 OK， 那他们认不得他，这个他那时候是十七，他们上次见他是十七岁，那时候是脸上，他们的脸上都是长胡子，很大的胡子，十七岁也有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埃及是刮干净的，对不对？十七岁，三十七岁，刮了干胡子干净了，他穿的全是埃及的衣服，认不出来，没认出来，不会认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没想到。好，那我们这时候呢，我们看到约瑟想起从前做的两个梦。这意思是什么 ？OK， 他们跪在地上，他说：“啊，这个梦想起来了。”他也记得说那个时候那个梦是为什么？这个梦是他被卖的原因。你知道，这个梦不只是梦，而是说这个梦是为他会被卖的原因，也是那个那时候他们在这个家庭里的抢位子的原因。他们在那吵谁要当王，对不对？现在没有人吵了，约瑟不对这个没有兴趣了，他的哥哥弟弟兄弟也没有他兴趣了。你说大家对把这个弟弟卖了以后，整个这个家庭就好像乱掉了，就好像没气了，对不对？他爸爸永远在那哀哭，伤心，穿黑衣服，整天不高兴，对不对？为了想念约瑟，他们那这约瑟那个哀犹大离家出回家了，现在回来了，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这个家庭情况不是很好。他是约瑟想起来以后呢，他想要知道这个梦到底能不能成功 ，OK？ 因为他记得的是十一个拜他，现在只有十个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他是不是想要知道便雅悯？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他问的这些问题，他没有问便雅悯的问题，可是他把便雅悯的那个消息一抓到以后呢，他的反应就改变了。因此，我们知道约瑟想要知道便雅悯的情况，这我他没有说出来，他没有问 ，OK？ 可是他
那个 info 一给他的时候呢，他就反应出来，因为我们看，也是我们知道他想知道便雅悯，那为什么想知道便雅悯？他弟弟，对不对？他的 full brother， 全同父同母的弟弟。第二点，他是便雅悯也是被他们害死了。大家知道，对不对？他不知道这兄弟什么样的人，根本不知道。他走的时候，那个便雅悯不在吗？出生了，小嘛，没有去牧羊嘛。等于说，兄弟里头有谁哪个弟弟像兄弟没有害他的，只有便雅悯，对不对？是唯一的一个没有害他的便雅悯。第二呢，是不是也被杀掉了？被他们害死了。这些兄弟不能相信，是混蛋，真的。你卖弟弟是混蛋，这种人。因此，我可能便雅悯可能没命都不知道。OK， 我想知道，那怎么知道法呢？这约瑟很聪明。他不会像我直接问，因为直接问呢，就是这个人怎么会知道我们家庭情况，对吧？因为为什么有问我们家庭？他怎么样？他让他自己说出来，对吧？他就问别的，他就是第一点，说你们是奸细 ，OK？ 他给他们就一个 accusation， 说你编出来一个你们是奸细。你一说他们奸细，他们会怎么反应？我们是什么什么人？我们的背景怎么哪里来的？对不对？你说这个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反人的反非常 natural 反应，约瑟就很知道。我给你戴个帽子，你们马上就说不是，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，他就细节就会出来了。OK， 那这样的话，等于说把正好约瑟利用骗给他们这个 accusation 呢，指责他们马上会得到他们的那个他的要的 information， 这个也不是说很奇怪的一个情况，经常会有人来。奸细来窥探一个地，要攻击，尤其埃及有那么多食物，旁边的人来买食物可以，会不会想抢？对不对？他们要抢会来派一些人进来，这是很正常的情况。因此他们说 OK， 你是外地来的，他就会说你是一个探息，他们就不是。那他们的借口不是借口，他们的 explanation 都说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对，这是十一节。说主啊，不是啊，我们仆人是挑粮来的，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是一个人的儿子。那一个人的儿子呢？这句话很好玩，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跟约瑟说不是全对上了吗？我们十个加上你，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。你说这个故事有点是故意让他们说的话是指他们十个人，可是我们一听说啊，十一个人都包括了，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。对不对？这句话有不算是双关，是双关语吗？是双关语，两层的。我们会看见是他们的意思，还是整个的意思都是真，他都是真的。我们都是一个儿子，对不对？是故意，好像变成这样子。那为什么这句话是一个defense 防卫？对，要很简单，那是说，如果一个小城派人来探息，当奸细的话，帮窥探一个城市，他们不会派一家人的十个儿子、十个孩子，他们会到处找人，因为你一家的十个儿子全去是很危险的，不会全死光。一个爸爸不会把十个儿子全送去一个地方去那边当探息、当奸细、当奸细，这是不会的，对不对？因此他们说我们都是一个爸爸的，因此这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个城的话，会派好不同的人去，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孩子。那呢？第二句话是我们是诚实人。那约瑟说你们不是，对不对？马上就说你们不是诚实人，我知道你们不是诚实人，你们说谎，你们这些人，对不对？你们是一个儿子，我知道，我也是你们的，对不对？同一爸爸，可是你们不是诚实人。你看，那我们是诚实人。那这个谎话，他们没有跟他说我们不是诚实人，我们把我们弟弟卖了。他没有诚实，讲没有不会这样跟他这样讲。可是约瑟想要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诚实人。OK。对不对？然后呢？因此，等于说这一句话不够，他要再更需要更多资料。因此，重来一次，第十二节，不然你们是窥探这里虚实来的。同一句话，他就 repeat。等于说，也是很好玩。他说我这个资料不够，我再多讲几句。你们是窥探，你们是你就是一直讲，讲到你们把资料讲给我才就讲出来为止。他这很简单嘛。我在那边就是一直说，你就一直回答更多 information， 对不对？交给我。那。他们的细节越来越多，对不对？他们说我们本是弟兄十二人，好，细节都出来了，这是自己出来，是在迦南地有一个人的儿子，顶小的现在我们父亲那里一个没有了，然后他们认为约瑟死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是约瑟没有了，其实这个地方又是不太对，他们不知道约瑟死不死，可是他们不愿意把这细节讲出来。对不对？不会说哦，另外我卖到埃及去了，没有，不会这样讲的，对不对？你说这约瑟那边就是哈，你们在那边诚实吗？不是完全诚实，对不对？你没把这些细节讲出来，好吧？你们一个没有，另外一个有了，可是现在知道了。另外呢，小的在爸爸那里 ，OK，
真的在那里吗？应该是，他们不应该会说这事情说谎，没有什么说谎的意思。如果他死了的话，我们也被卖掉，或者两个没有了。对不对？他就知道了，可是至少现在知道他卞雅敏的情况了，不应该会说谎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也想要知道这个卞雅敏情况到底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他们这些哥哥是不是照样欺负他，照样虐待他，对不对？会为他恨，会恨他，这个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一直听出来也知道说卞雅敏的情况跟他原来一样，爸爸喜欢的小弟弟，跟他哥哥，你说他这一句话一说出来，他也知道，他也了解家庭的情况。可是他呢，就说我要卞雅敏，我们看一下哈，我才这第三次又说他又这又啊、对不起啊，我才说你们是奸细，这话实在不错。OK， 他用重新做出这句话，可这次不是要更多 information， 而是说我要一个借口把卞雅敏带来，嗯，对不对？他对他弟弟最有兴趣，把卞雅敏带到埃及，对不对？那怎么他这个地方我们要谈这个问题，说他为什么要把卞雅敏带到埃及来？对，是。这没有讲出来，我们这个故事的意思带来是什么？是他们很多时候试验他哥哥，他试哥哥会对他卞雅敏好不好？我一直看法是说 ，OK， 说如果可能是说看看卞雅敏情况如何，不只是安全不安全，而是说兄弟他的对他的态度如何，对不对？可是也可能很想说他是要把卞雅敏带到埃及保护他，让他住下来，你们回去没关系，我这个弟弟是我的，因为你们会虐待他，你会把他杀掉。我对你们看法不是很好，不相信他们，对不对？他对他们的二十年以后，他不知道他哥哥兄弟改变没有，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时候他好像没有任何意思要把整个家庭带到埃及来，对不对？好像根本对他爸也没兴趣了，是吧？没啥兴趣，实在没啥兴趣。把他弟弟带来就行。对，弟弟带来就好。好，那这个他的弟，这刚开始的反应不是很，不能说是很有智慧了。也不是很柔和，关起来了，全关起来了，关在监狱。那监狱，那埃及的监狱不是我们这种监狱，很好的，那个地方是很惨的地方，很危险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很苦的地方，对，又受饿，可能很危害，会受伤的地方，因此不是好地方。他就把关在监狱里关三天。好，啊，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这是约瑟的第一刚开始的反应 ，initial reaction， 对，他的刚开始的反应。到了第三天，约瑟对他们说，我是敬畏神的，我们照你的化形，你们照我的化形就可以存活。你们如果真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，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，你们也不至于死。他们就照样而行。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刘便说，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要不可伤害的孩子吗？你们都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的血向我们追讨。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，因为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。约瑟转身退去，哭了一场，又回来对他们说话，就把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，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。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，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，人就照他的话办了。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。 OK， 刚刚那一段我忘了讲一句，就是说有个最刚开始的计划很简单，你们十个人留九个送一个回去，对不对？刚刚怎么说，你们打发一个人去把兄弟带回来，等于说你们十五不带，九个人回去，一个人去把卞雅敏带回来再说。这是他原来刚开始的 reaction 反应，说这样做，我把卞雅敏直接带来，你们九个人全留在这里。那他三天以后他改变主意了，对不对？三天以后好像约瑟考虑了一下，说这个好像很你知道他很难问他们，你知道为什么呢？他们没食物了，因为家庭没食物，因为来去不是短时，至少他说一去至少一个星期，回来一个星期，两个至少两个星期，对不对？再带去回去食物的话，三个星期，他们家庭里会饿死了，对不对？他爸爸会不会，老爸会饿死了，孩子会饿死了。他在想，他说这个不行啊，太苦了，对不对？太苦了。他说好，那我们留一个，对不对？至少要留一个，因为我不留的话，明天不回来了，对不对？不回来了。对不对？因此我让你回去九个，至少带一些食物回去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改变主意了，
他说因为约瑟说我是敬畏神，对不对？他说这是一句话，是我考虑的时候，我就对这个你们的家庭还是注重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至少你们带点食物回去，可以存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等于说这新的计划是完全相反，留一个放在监里头，其他的送出去，对。那这些兄弟呢，就是好了，就照样计划啊。因此他们就照样而行。照样而行什么意思呢？商讨什么？谁要留下留下来，对不对？上哪谁来来？可是你看看，就是对二十节最后上，他们照样而行的意思是说，他们好，我们听到这个计划，我们要这样，我们要决定谁留下来，对不对？他们说你们把留一个中间留在这里，他说好像让你们选。对不对？我让你们选哪一个？他们去照样而行，开始选择。他们选择的时候不是说你应该走，而是他们看他们怎么说。他们彼此说他们在认罪。嗯，看这反应很奇怪。21章21节，他们说我们在心理上实在有罪。奇怪，他们怎么想起来这个来了哈？奇怪，这个我觉得说这个。等于说这个事件在这个家庭里头是一个机关的事情，把约瑟卖掉的机关。他们那是冲动，因为生气，对，因为他不是报小报告吗？这回来了，穿着衣服，他们冲动卖了以后，大家全后悔，全后悔。他们看这以前没有讲说，我们看到犹大的这个家庭分裂，他不只是后悔，看他爸爸的反应，痛的要死，痛苦的要死，看他爸爸整天在那边哭，整天在那边伤痛。他们说，我们家庭被这一弄垮了，就犹大离开了，对不对？等于说这个他们已经二十年后，我想每天在考虑想这个事情，嗯，你知道每天在那边，每天在争论，每天说不是没有什么争了，我们是有错，我不该做的，不该做，看着把这家庭弄成这个样子，最后没有人想抢当王了，你知道没有这个意思了，就浪费时间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搞了半天搞了什么东西嘛，什么武王的东西，没什么意思了。对这个约没有重视了，你的这边，他们现在说我们实在都是实在有罪，对不对？他们看出来了，这一看出来以后，我们看到说不只是犹大，其他的兄弟都经验过，都经验了改变，他们的态度已经是不一样。OK， 那他们都是40、50岁的人，对不对？都是40、50岁的人，他们20岁前做的事情，他们知道这个以他们改变了，不会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他们现在看到的话，他们知道说这个情况，我们现在正出的问题是神报复我们，他们看出来，神在报复我们，神在报复我们的话呢，我们需要接受，对不对？因此，我们谈一谈谁愿意留下来。OK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这个很容易想到这个，因为他们是把他卖到埃及了，所以现在还得有个人还得留在埃及，对不对？让谁当奴隶嘛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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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？我们卖一个到埃及，下面一个留在埃及，所以他们自然的就会想到这个问题。对 对, 对，就连上了，对不对？这还是很好。那他好说，我们就连上的话呢，我们就留一个人下来。那这时候呢，刘便就说话了，对不对？他说不是我弄的，我不是跟你说好不要碰这个分拉的吗？是你们，就是你们的错，对不 对, 对？把我们弄在我们身上了，对，就是等于说我你们不听，因此我倒霉，对不对？这句话的意思是两种，第一是说不是我的错，第二呢不应该留我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这个情况下是不是意思嘛？是你们弄的，这神如果惩罚是为这个缘故的话，那不会是把我留在这个埃及，是你的身上。你说在世上，我们又看到流变的，个性，对不对？我们下次会谁要求留在埃及，跟流变完全相反的，是犹大，对不对？是一个要求留，一个说不是我，不是我的错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对不对？是不是我弄的？可是他真的他不是弄的吗？上次他们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他们说要把他关起来，把他抓起来要杀他。刘辩怎么说呢？把他放在那个洞里头就好了，没有说不要碰他。也就他的看法是说我脑筋是说我把他放在里头以后我要救他，对不对？他说他没有这个感，他没有这个领导能力，没有这个敢说这是错的，我们不应该碰他，完全没有，他没有这样说嘛。因为这个人是一个软软弱弱的没有骨气的这个人，现在就是哎，不是我的错，跟不关我的事，现在需要全家需要得救，需要食物，留一个人，老大不说话不出来不出面说留我好，我是老大，对不 对, 对，没有这样说，老大应该是老大有骨气说我是老大，把我留下来，你们全回去，你把余兵还没带回来救我就结束了，老大不出面，对不对？老大说不关我的事，是你们弄出来，对不对？
等他们就在讨论的问题的时候，等于说大家都认为有罪，只有刘辩说不是，没跟我没有关系，他们在讨论，对不对？刘辩就在那边说这个，这个会不会很好玩？那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，中间有通识传话，中间有这个翻译的，对不对？因此他们不知道约瑟可以听得见听得懂。这样等于说这句话我们知道的话，我们看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约瑟知道他们兄弟的改变了，这是第一次，对不对？他的反应什么呢？马上去哭，对不对？他是啊，我的兄弟的，可是这个改变不是完全性的，是一个肩部性的，他哭好多次。他是你要看，这是第一次哭，下次又要哭一次，然后最后呢要哭，他下次哭两次，然后呢最后那个爸爸死以后就再要哭一次，跟他兄弟姐妹一直在哭。为什么？他的神在他身上的心里的一直在做工来改变他，他把他的冷气说我的一个家里兄弟忘掉了，因为太痛苦了。现在呢第一次看到说啊，他们认为自己有罪， OK 好，那我要哭泣， OK，我知道了，我开始神在开始身上动工了 ，OK， 另外他学到什么？他学到流变，虽然不是领袖，可是没有罪，不是主公，不是该责的，对不对？不是主公，因此呢，从中间挑出西面来，西面是谁？是老二，对不对？老大是流变，老弟流变没错，那一定是老二。老二西面和立位就是专门是杀刀杀的那些人，他们是要杀我，是一定是他的馊主意。没有讲是西面，故事也没讲西面，对不对？之前是我们听到的时候是他们兄弟都要讲说我们一起来，最后呢犹大说把他们不要杀他，把他卖掉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情况下呢，约瑟说不是老大是老二，就他就说你们不用选了，我来自己选，还是要怎么样？有点报仇的意思在里头，对不对？还是有这个意思的，但他没有完全忘掉这个放弃这个报仇的意思。他是虽然说要把他们交回来，可是他选的对象是选那个他认为他最有罪的对象，西面抓过来，对。可能当时他就跟西面就是小时候就跟西面可能有些矛盾，他就知道他对他不太好。对对，他知道西面，可能知道西面，这西面是一定西面的错，对不对？把他抓出来，对。西面这个人很有意思啊。他那个妹妹被人那个时候就西面对西面和立位，对，就是西面立位出去刀杀，把整个那个世界的城市的全杀，男子全杀光了。对啊，是那个西面这个人就是对，很有暴力，对不对？暴力的人，如果暴力的人的话，说不定杀弟弟也没有关系嘛，对不对？也说不定说就是他的主意，出的馊主意。好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他们就在他眼前把他捆绑。等于说故意的吧，马上等于说他们在讨论中间是谁应该留下来。约瑟说算了，军官去抓着西面，就抓那个抓过来绑起来了，在他们面前绑起来，等于说给你们 impression 很重要的说这个是很我们这边不是玩游戏的，这是不是这我有兵，我有权，我很厉害的，你们需要把便雅悯带回来，要不然西面完了， OK， 你不回来西面就没命， OK， 抓住他绑起来。最后一个细节是很奇怪，他把个人的银子还给个人的口袋，那还是有兄弟之情嘛？你说你认为是友情 ？OK， 有些人说是这样子，有些人说是他是照顾家庭，对不对？他是真是说你们钱不够，我把你钱还回去，你不要，因为以后他下次回来说我们要还那个钱，他说我收到了。对不对？这是下面的故事，好像说他不要收他们的钱，是为了照顾的家庭，让他们保护他们，就是这是有可能的，你说是有可能。可是也有说，这个钱放回去，他约瑟会应该会预料他的反应，对不对？这个反应不是好的反应，对不对？他们一收到钱，糟了，我们钱怎么回来了？我们没有付钱，我们那是偷来的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对不对？约瑟应该会料到这个反应。你说原来是 OK， 说他对他们好 OK， 可是他会料到反应，那因此有人说他是故意整他兄弟，让他们惊诧 OK， 这是也可能的，所以是一个试验，对，也可能，这是试验。可是试验怎么他们会不会真实的回来还回这个钱？是不是？对，看下次回来说不说他要还。对，可能反正怎么说法的时候，他造成一个更困难的一个挑战，他们回来比较不容易回来了。对不对？回来你说不只是解释，便雅悯，还是说我们钱拿回来他还你？不知道怎么来的，是偷的，不知道。我们上次不知道怎么回来，全部回来了，对不对？你说造成更大的问题，好像是说
如果他的计划是你们要回来救西面的话，他会造成更加一层的挑战，让你们好像不愿意回来，不敢回来，对，有这个更惧怕的这种态度在里头。对，那等于说让他们看看是不是 OK， 你们贝拉敏还活着，你们要保护贝拉敏，可是我们看看你对西面你这个兄弟有没有什么忠心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下面我们看到说的爸对爸爸对西面一点都不忠心，他就走了，算了，不理西面了。你在监狱待埃及监狱待多久都没关系，没有关系。这个爸爸对这个西面就是没什么那个好感，OK。这故事就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这是第这个景还没有完全结束。他们回去的时候会找到这个东西，然后呢，他们就这个这是第一次去的这个故事。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我们今天快一点哈。什么问题？西面这个人没带，其他地方没有介绍这个人。没有，他就除了就是那西面和利未那个杀的是那以外，这个主角的三个主角是犹大、流便和约瑟。便雅悯是一个配角，小配角，他是一个东西，他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个性，他是被人叫保护于便雅悯。犹大是主，对，他的主。对，可是便雅悯是很，可是约瑟两个人是很重，都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这里头。然后流便是反是一个我们叫 foil， 是一个主角的相是跟他跟主角啊、比较性的，比较就会差的。你看到流便的反应，你看到犹大的反应说啊，这个不行。因此每次你看看每次比较，第一次是跟兄弟前面怎么样弄约瑟，流便说话，犹大说话，大家听犹大的不听流便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是流便没有把自己想做的事情讲出来，对不对？第二次呢是他们回去以后呢，我们在下面景我们看到他们在那个雅各面前，流便说我马上回去，犹大不听，那个雅各不听，后面吃完饭吃完东西以后，犹大出面，雅各听。第三次呢，比较性，一个愿意留在埃及，另外不愿意留在埃及。你说这个犹便的这个 character 是专门是跟犹大把一比较上把犹大显现出来，衬托，我们这是叫一个 foil， 是一个他的让他一个是。是把它显现得更漂亮，是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不然你不知道普通人是什么样的行为，现在是把雅各哈，怎么了？他是做绿叶的，做绿叶，他是花，是做绿叶子，对不对？是犹大是花，他是做绿叶子，把它衬托起来，让他看起来更了解他的个性，他的个性怎么样好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这三个主角，因此刘备每次都会说几句话，对，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看出这个约瑟的心机很深，他是和那个李智母啊。他是智慧，不是假啊，好像什么地方都会有这种战术的，对不对？他对他兄弟来，马上一看到他们，马上就他有他的战术，保持我自己。OK， 我要知道情况，我不能问，我就指责，你们就一直反应全出来了。好，知道消息了，我就利用这消息来整你，不是整了，就是我有的计划马上出来了。就这个约瑟这个人的智慧，从他到埃及开始看到，在他家里时候没有看到。对不对？他家上讲话不应该讲的话，对不对？可是在埃及的时候呢，神就跟他有同在，他的智慧就一直让他爬起来。到的时候他已经很习惯这种动作。最后这个领袖怎么没选他？没选他，对，没有选他。这是因为他是首相嘛，他是首相的人物，他是一个王的助手的人物，对不对？等于在这个圣经里头，就这个创世纪里头，当王配当王的人是不是智慧，而不是能很会做事能干的，而是自我牺牲忠心的人，忠心到底为弟弟而失己的这种人格是做王。当王的人，他旁边可以招那些首相，他可以 hire 很多那些有这个智慧的、很有技术的人，他可以请来做事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可是有这个性格的人是当王的。那我们不能说耶稣没有智慧，而是说耶稣的最主要的王当王的，他为什么配着当王？
因为他真正的为他的兄弟姐妹而死，在神的面前的约瑟把自己的生命丢掉了，就为了救他们。他是犹大没有做到，他原来愿意，因此他以后当王。耶稣呢，把犹大又超过一步，不是犹大的错，而是因为又不是就犹大说想不真的没有做到，是没有机会嘛。有约瑟说，我不要把你关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真的做到，对，这是，在旧约当王的，基本的那个 requirement。这整个一段里面没有提到犹大没出手，一直到他们回去第二次回来才出差，他把他藏起来了。这个问的很好，这个很好，为什么让流便说话不让犹大说话，对不对？你说犹大好像也对这个当领袖没有什么差，没有什么 出兴趣了。他在这十里头，你看嘛，他那是一开始就看到这又是一个领袖问题，他们兄弟在那边看对面怎么样，彼此观望，就是你看我看你，没有人出手说我们做个决定把这个救这个家庭。最后依赖谁呢？依赖老雅各，对不对？老爸爸，你们是十个儿子，那么都是40-50岁的人，却没有一个人说我们有个计划来救这个家庭，靠这个爸爸来救。爸爸至少是吧70-80岁了，不知道差不多那么大，他们是靠他了，对不对？你说这是，你说这个，这个家庭是一个退步的情况，没有人知道谁要当头，没有人有领袖。然后呢，犹大呢不出手，对不对？不出手，之前出手把埃及把那个弟弟卖掉了，现在呢学习了什么？跟他妈的故事学了一些，怎么就是？我自己有内疚，有救，我也不义，我也错了，我也爱我的孩子。最后呢，他反而变成一些，也是不是一个很，就说就是抓权的这种人，他也是放弃了，你知道，犹大也是放弃了。因为他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不说话，整个故事不说话，只说话的只有一个，是流便，他是说那个，就把他的那个个性也是不抓权，是我们没有责任的这种人，对不对？那然后呢，最后我们雅各是逼出来的，不晓得犹大逼出来的，那时候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，犹大出面了。知道，因为爸爸就不愿意放便雅悯，犹大出现了。那时候他在讲话。雅各骗他哥哥，然后跑到他舅舅的那个是多少岁？我好像记得好像是40岁了呀。对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40岁了。你这是多少岁了？那现在这个至少快100岁的人了。80岁了吧？对对，不止80。对，他说40岁去那边工作7年嘛，对对、啊，生第一个儿子的话，那47。那对，他是90-100岁了，100岁对对对对，因此，对了，这孩子们应该是开始控制的，现在开始，等于就靠雅各了，对，那时候他算壮年是不是？100岁，然后有一个小的便雅悯，就是我爱这个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100岁蛮年纪蛮大了，他把这个他们孩子们好像没有注意，对。我是觉得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，就创世纪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现在，是雅各的儿子们第一次说出合神心意的话，我们实在有罪啊。你看从亚当夏娃犯罪，没有人，没有人认罪的，深处发出这样的呼喊，没有人认罪，对对对对对，亚伯翰没有认罪，没有，亚伯翰没有认罪，那个以撒也没有，以撒没有认罪，雅各也没有，没有认罪，对，这是第一次有人在认罪，从心里深处说，对对，这个他们很深刻的，他们你看嘛，你看他们的形容那一段，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。他们把那一景记在眼睛那儿，没有忘不掉，20年来忘不掉。他在洞里头哭叫求，他在那边吃饭，好残忍的这样做。他们想到了，他们是忘不掉这个他求的声音。对不对？他们以后几天后面一直做梦，忘就是梦会梦有噩梦的，就他忘不掉，因为他们一弹出来，我也记得，大家都记得，那就是那景，就把放老镜头卡在那里头了，知道丢不掉了，重演，再放在这里，他们就是我们不肯听，对不对？这个是，对了，这个是等于说这很等于说很清楚的表现出这兄弟的改变，因此那个约瑟开始动情了。可是他动情的不够，他还是要整他们，他还没有解决他的问题，他不知道，他就是他还没有完成他的计划，
他要把便雅悯带来才行，他要看一看他们对便雅悯 的态度如何。对，这个是很好的 observation， 他没有人认罪过。嗯，雅各没有认罪吗？正常在这之前，犹大有认罪了，他说他妈比我有义。对，对不对？他那时候说一句话是有义，他说他有义。雅各我不记得哎，有没有他认罪过？好像一直都是在求神面前求好处，求好处。对，可是他跑到哥哥面前，他说是你是的，你是认为让他当头了，可是也没有认识说我是很做的错，好像不想谈以前的事情。就是你，我说我是你的仆人，对不对？你是我们家族的领袖，你是把这个祝福的问题还回去了，我不跟你抢了，就是指你的，你是长子，我是二第二的，就是这样子。可是没有真的说我犯了罪，对不对？这个。没有，好像没有这样清清楚楚的讲出来，这边是讲出来了。可是他们可能没有这个，他们没有做那么坏的。雅各没有这，他骗他爸爸是一件事，把弟弟卖到埃及去是另外一件事，对不对？这个抢权抢子那个长子权，是不好，可是。对，而且他们现在肯定他们是感觉是他那个弟弟已经死了，对，他们没想到他还活着这件事情。对，他们认为这个约瑟已经死掉了。对，好，如果没有问题，那我们下星期是二十六号，我们还你们有什么节目没有？还是继续，大家那个停一次。停一次也可以。你没看法如何？在下一个星期哦，刚好要礼拜停两次，再下星刚好就是新年了。也没什么活动吧？二十六号有没有活动？二十六号，二十六号有教会吗？有教会。有。也就你们是二十四晚上有活动，然后二十六没有，我们就活动完了，昨天完了。哦，昨天还是 OK， 那二十六对二十六还叫普通教会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我们可以去继续聚一次呢。二十六再下一个是新年。二十六加七，二号，你们有什么？你说看大家的看法。你们家是忙的话，我们可以听；如果不忙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下去。二十六号都有谁在这吧？我在这吧。你们大家有人走的吗？我也应该在，但是不确定。不确定。你说你们有 vacation？ 我二号不在。二号不在。二号可以停一下吗 ？OK， 可以。我们就二号停掉吧。我们二号停，我们二十号继续。二号是礼拜六。礼拜天吗？二号星期天，星期天。对，我们星期天，下二号停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创世纪实际上也就。